到站就下车，什么都不管了。现在他们对于我来说，已经不再是普通的陌生人。我不想再让他伤害你。如果这是最后一次循环的话，那也是这车人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。很多次循环里面，我们自己也是尸体。 再试一次。如果您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短信，您会马上出警吗？我会毫不犹豫的出警。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，让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如果这真的，我们出警，就可能挽救一车人的性命。那次我们大家下车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 如果循环一直提前，到时候你还会上车吗？